快春聖誕快樂！豈有此理！我次次都被你呃噶啦，你而家連少少希望都唔俾我，你有邊度同我出去？咦，老闆，今年聖誕執唔少啦你？好天執埋落雨柴啫，講真，你諗下上次本地遊單嘢搞咁大壇大龍鳳，最後得一個老闆 ，manpower 都蝕埋俾佢大佬。算罷啦，你睇開呢個系列都知道，你嚟嚟去去咪得一個老闆啫嘛。誒嗱，所以咪要變咯。喂，講真，2021都嚟緊頭啦，嗰、那個死肥仔，你估真係開金礦咩？咦，咁你今轉又呃咗幾多個咧？即係喺呢個情況嚟講咧，疫情又嚴重啦，咁啊，咁即係幾多個啊？都係嗰四隻。唉，今年聖誕出面靜靜靜死成咁，想揾人約我都難。你人約咩？唉，唔好理我。喂？恭喜你啊，先生！我都系走先啦。吓，未开始讲喎、啊。你睇到咁嘅格局，再加埋你咁靓女，就知道我又濑咗嘢啦。圣诞节你唔想人陪咩？圣诞节我就系知有好多肺炎病毒陪住我咯。肺炎？我讲打个比喻啫。你负能量到咁啊！圣诞节边识到朋友噶？我哋行 Plan B 啦。Plan B 的 plan 是什么？我们 join 这个 group， 里面有很多女不是朋友，那我们到时就会开 Zoom party， 做妆心服务，到时你望着镜头都醒神一点。我这么晒这么穿都可以。要是太求其，要是懒醒，所以你们一事无成咯。去到圣诞节了，你想做受害者还是胜利者啊？讲啊！讲啦！我唔要圣诞节呢个，听唔到啊！大声啲！讲啦！大声啲！我唔要圣诞节呢个啊！我要做翻次胜利者啊！冇啦，精神噶啦，你好唔好啊？哇，正啊，真系好多女喎、啊，今次唔系一样样噶啦，唔系孖生噶啦。你睇下，咦，有啲热气喎、啊，你睇嚟胎几白。夜啦，早收工啦。哎呀，佢话未试过有咁多朋友啊，倾偈都倾唔完啊，我都想收啊。好心你就整个 chatbot 同佢倾偈啦，啲 manpower 用都用喺第二个有钱人身上啦。chatbot 大佬呢啲嘢唔使钱噶，样样都系钱嚟噶啫。咁用钱买时间啊嘛。现在我咪就系俾钱买紧你嘅时间咯。衰老細，我覺得我都被你騙埋，等揾翻你鑊先。其實呢度啲女仔全部都係我一個人扮噶，你睇呢度幾多電話，有幾多女仔，冇人想同你做朋友噶啦，你醒下啦！豈有此理！我次次都被你呃噶啦，你而家連少少希望都唔俾我，豈有此理！豈有此理！豈有此理！你有邊度攞出？先生，有咩可以幫到你噶？你仆街！聽講咧，你好似未找數啊？係咩？唔通我個簽名錯咗，張 check 彈咗？大佬冇咩，不嬲我哋收現金唔收 check 噶嘛，屌你！我上次話現金都俾咗咯。嗰啲咧叫入會費，你現在咧我要收你嗰啲咧係配對同埋加你入群組嘅費用，即係嗱，問心，你可以選擇入咗會之後你咩都唔做噶。
或者我催你唔漲喎，你選擇嚟噶嘛。但係問題你唔好下下都一嚟就話我呃鳩你先得㗎。大佬啊，以大山嚟嘅智慧，有邊單嘢呃到你㗎？又唔係第一日識你係咪先？即係況且。你想想而家聖誕節都未到，上成個禮拜，大佬，你又知正日嗰日係咁樣？我會再俾你個撲街呃噶。嗱，得，你聽我講先，我知道你想講啲乜嘢嘅。你聽我講啊，撲街！揾個靚女翻到嚟呃我啊，所有嘢都係假嘅。我上網睇過啊，佢哋話啲 CS 全撚部都係麻甩佬做嘅，又自稱黑社會又成，全部都係呃鳩人嘅。但係。今次我覺得是真的，你一定還有下一步的，是不是還有一些再勁的plan你說啊？嗱，得，那個呢，是你的personal mentor，即是現在說是你有什麼plan都好，它都是你專屬，是來serve你的。如果你覺得不夠多的，我再幫你加多些人物，或者加多些朋友進去裡面，OK？就這樣啊。總之我要佢繼續同我傾偈，係咪啊？都話多女噶啦，點啫？裝咗未啫？睇過，喂，點睇都似騙案喎、啊！冇理由入個 Zoom 入個 chat room 過聖誕要幾皮嘢啊？你睇我呢、這個8K 咋？平你幾多？你有咁多女咩？未係嗰啲女。等陣先。點解你嗰、那個嗰啲頭像同我嗰啲咁似嘅？點解？點解？點解啊？點解啊？都話你噶啦，俾人呃咗咯，幾萬蚊喎、啊！我啊，我話點解佢個 plan 會平過我㗎？即係今次大春由頭到尾都唔知道你呃緊佢？唔係啊，有啊！上次佢咪上門找晦氣，話我哋收得貴過人哋啊嘛，跟住要我回水俾佢啊嘛。咁你實冇回俾佢，再夾多佢一筆啦。哦、今次又不是喎，即係問心啦，叫佢今次咁慘，慘到成要自我催眠，覺得呢個世界咁美好嘅，咁講真句啊，俾翻少少錢我哋睇醫生都要啦嚇。咦？你良心企業嚟嘅噃？全講啲包都係㗎啦。點止啊？我老細啊，仲送咗盒曲奇俾佢添啊！咦？點解你喺度嘅？你咁玩你老細，佢冇炒你魷魚咩？你識咩啊？香港名牌係要連自己都呃埋㗎嘛，如果唔係點呃大春？同埋用翻同一條橋啊，呃咗另外一個傻仔添啊！唉，不過佢好窮啊，呃得佢8K啫。貪心係人類進步嘅原動力，即係問心嗰句啊！嗱，好似佢呢啲咁樣嘅員工，即係講真，佢做得到，我又唔介意俾佢賺多啲啊，係咪先？最緊要咧就係養得住個客，你養住，呃住呃住，咁樣你先會長呃長有噶嘛。誒嗱，我家已經度定出年點呃佢嘅，點俾佢貨金噶啦。你知唔知道？我乜嘢都唔知啊！咁你又明白？我乜嘢都唔知啊！我淨係想有人陪我過聖誕啫，點解咁都要拆穿我？仲要俾貴咗？好在合谷奇都仲幾好食啫，仲有做乜雞餸？就係佢陪我過聖誕噶啦！你又知道你俾貴咗？合谷奇都係299咋，早知係咁，我使乜幾皮嘢走去買個 WhatsApp group 翻嚟啫？大春聖誕快樂，真是專屬的，他跟我說聖誕快樂啊。你這個聖誕快樂啊，Angel。 Yeah。